次，江山舰官兵面对的是完全未知的水雷，而海上越来越大的风浪无疑增加了他们执行扫雷任务的难度。今天那个主浪还是比较大，对我们的整个舰体的稳定性，在组织水雷侦察过程中，整个声呐平台的稳定性都带来一定影响，让我们在进行目标获取啊目标识别和判断的时候，就是不确定因素会进行增加。海上气象条件越是复杂，官兵们的注意力越是高度紧张，而且此次扫雷任务还是对江山舰全体扫雷官兵的一场大考，其中压力最大的就是舰长严欢欢。因为我们这条舰是今年刚入列，具体我们那个通过一年的训练，具体我们那个战斗力生成如何，应该说通过这次的任务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种检验。作为海军江山舰舰长，严欢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，他能否带领全舰官兵执行好此次海上扫雷任务，决定着这支全新的作战力量能否通过海上战斗能力检验。各集中部位，站上集合。在这个陌生的区域里面，具体那个水下状态如何我们不清楚，到底就是上面给定我们划定这个区域，那到底这个下面的雷情数量和风状况如何我们也不掌握。水雷种类繁多，威力巨大，扫雷官兵们随时面临着水雷爆炸的巨大危险。茫茫大海中，准确定位水雷这个隐形杀手无异于大海捞针，那么他们要如何在陌生海域进行水雷搜索呢？破戒指，火箭敌水雷侦察最后一点。好，火箭敌水雷侦察最后一点，水雷侦察模式开始，水雷侦察准备开始，水雷侦察准备。进入雷区，扫雷官兵要全程佩戴安全防震头盔，接下来他们面临的危险系数也将全面升级。火箭子，消防装备运行工作正常。好，火箭子，所有大炮准备好。好，开始投放炸弹。海上敢死队官兵通过声呐探测正在进行水雷搜索，与此同时，后甲板上的官兵也正在紧张准备着。然而舰长严欢欢的一个指令让驾驶室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刚才听您说就是现在要返回原来清扫过的那个水雷再扫一次。对，就是我们重新探过这个区域，重新带人来探一次。原来在搜索水雷的过程中，严欢欢他们将目标海域划分成不同的水带，沿着水带逐条探测，然而受海底潮流影响，扫雷舰的探测路线偏离，严欢欢下令要原路返回进行二次探测，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可疑目标。由于海况复杂，声呐探测的时间已经比原计划超出了半个多小时，多在雷区一分钟也就意味着他们多一分钟的危险。找不到水雷，一方面可能存在漏探，另一方面也说明水雷的隐蔽性极强，这对反复航行在雷区的官兵是极大的安全威胁。声呐，正常探测。好，声呐随时被目标吸住。两千零。终于，严欢欢他们成功发现了一枚毛雷。